后的呢，就是代表他要出国，各位，各位有喵喵的味道，好有爱哦，这边。啊，我接着。Don't stop for traffic light. Abacaba. And I really wanna know, really wanna know. If I never figure out where the road goes. Even if I'm falling down, I will keep on searching for my height.My mind, I will keep on holding my head high, even if the sky is falling down. Hey, 身后的呢，就是土耳其。其实我们昨天就到了啦，然后我们昨天呢就比较chill一点，因为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七八点这样了，所以呢我们就吃了晚餐就睡觉了。那今天呢，开启我们土耳其的一天。然后呢，今天我们很好哦。我今天 cos 王嘉尔。打。迪米奥的衣服。迪米奥。迪米奥。看，我们有两个颜色哦。Hello， 我来找家吃什么？因为我外面找。我们就 Google Review 就好了。也是可以啊。对啊，走去外面就好了。什么？这个我遇到 ，OK 吧？我遇到一个人，一阵很 hot show， 我这边，他叫我 stop， 就是路边会有很多人啦，就是不要相信他们的话。然后呢，当然我们的成员还有佩珊。哒哒。一秒，今天我们算是互穿情侣衣了。他们两个男的穿什么？就只现在非常的饿，我们要准备出发了，带大家看土耳其电影 vlog。 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昨天睡了第一晚我就做噩梦。哦，这个噩梦超这个梦我要分享，我要等一下这个噩梦哦，真的很可怕。我半夜被书生吵醒。OK， 我现在有讲我的噩梦，就是呢，他居然做噩梦叫我起来。就是呢，昨天我去睡着哦，睡着可能也是睡不好的关系，我就发梦。你不要烦，可以吗？太长了，我要认真的讲。你的故事可以讲快一点吗？然后呢，我就梦到蔡常勇跟一个女生一起，相信他们是朋友。然后我就是很突然间的就问你，等下去哪里？跟他讲他去 clubbing。下咖啡 OK， 我讲 OK 跟谁去，然后就讲这些了。过后，然后我就很突然的问他，你有出轨吗？就只是这样子问吧哦，有出轨吗？然后他那个脸哦是不敢回答我的，你知道吗？我觉得梦境有时是反应一些。我也是这样想哎，为什么东西啊？他那个脸就是来卖，为什么我会知道这样的脸？然后我就哭着醒来了哎，这是第一段，然后我又再睡回去，睡去又继续那个梦。所以代表他们是不是很真实？梦超过一次啊，就是真的。我也是这样觉得哎，而且第二个比较厉害，第二个比较厉害。第二个我就问他，这样你们有吗？他讲有。就来，我也是哭了。好像有道理哦。然后等一下，然后我就问那个人是谁？然后我记得一清二楚。这个英文没很厉害哦。那人叫雪人。雪人。雪人。就是来那个名字也记得很清楚，你知道吗？而且发了两次梦，是连续的梦。谁代表？代表他要出轨了。各位，我刚以为你要讲。他想我就有了，这是蛮有可能的，这是蛮有可能的。OK， 各位，如果他真的出轨哦，在外面街上遇到谁哦，你们记得要拍给我。所以我不会跟 Sharon 出轨。哇，那个名字，出网现在都 OK。啊，你们有被烦了，去厕所直接饿死了。你们看这个楼梯，我昨天来的时候，我也是很害怕我自己会扭到脚。看，你看。超级无敌小了。他们讲我的 vlog 会有可能两个小时，先跟大家预告。先怪他，先怪他。两个 season 不是两个小时。没有，我是放一集吧。你要放一个 highlight， 那边总共有12集，一个 season 12集，所以两个 season 我们就24集。我们先第一集。OK， 我们现在呢就要出发去吃早餐。我知道用什么方法 stop 他呀。今天的天气超好哦，昨天就是雷电交加那种。学论，学论。
我要记得这 Sharon， 我看往后到底有哪一个 Sharon。这个土耳其之旅，你就叫 Sharon 今天。Sharon 梦 ，Sharon 梦，烦死了。哎，美女。看到按摩，真的漂亮。它这边的建筑物有点像巴黎的感觉。那这整个街道，还有一个地铁的路上。来来，你介绍，你介绍。到了我们吃午餐的地方，我小红书找到，希望我不会被骗哈。Tarihi Sultanel， 它所以是一个烤肉店，是不是？它的食物其实看起来不贵的，我觉得比起其他店，而且看到1920就感觉厉害了，进去啊。你要教大家180得一得多马币。那你教一下大家呀，不要看可不可以，你的专业程度在哪里？180，我猜应该是32块。哇，几块肉32块？哎，没办法。哇，东西好漂亮哎，还有布丁。它的面包是也搭理啦，是有点一开搭了啦。然后这个吸管是这么的，哦，吸面包里面的，你是 put inside？ 啊 ，water。哦 ，OK OK。哦，还有给水啦，我也想放在那个面包里面。来吃它的面包。Drink. 嗯，它口感就像法国面包那个长棍包一样，好好吃哦。这个、感觉像是方巾树。结果是那个西米露，芒果西米露。哎呦，很烦呢你！放在面包上面。哦。它有个。它汤好喝吗？它汤是全部鸡蛋这样。好喝嘞。又鸡蛋单汤味，超浓的。它是属于比较硬的，比较块状，是不是很香？真的哎，很硬的。嗯。这不很苍蝇？它是苍蝇。也有点太弱啊，有感。它就是很弱了，有感。这个没有汤吗？为什么还有薯条？好像没有炸过这样。它薯条看起来不好吃，对，好分不好吃。来，来，说，话不要说在前头。OK， 好，可以，可以。可以。三个人都好评。方言就跟美容一样。哇，你们让我很期待。我们不小心抓效果出来的。你吃的那个是出油，你要吃的软的，它里面有肉啊。可是没有青菜，还是有茶。那好吃，土耳其的饭，那边的饭哦，很奇怪，饭味特别重啊。我觉得比较像马来饭。嗯，就是蛮好吃的呀，饭。嗯，我们的鸡肉来了，哇，香耶！三盘分别是什么肉？这应该是羊肉，这是羊。What is this? Spicy. Oh, spicy. 哇，我要 try out the spicy. Wow. What is this? Is this banana? 没有，这是 different pepper. 对我懂。哎 ，Thank you. 吃一个有辣椒的。哦，还有是鸡肉，嗯，很嫩哎。它羊，那羊煎哦，我觉得它羊算很嫩的。嗯 ，Q Q 啊。这个羊10分应该有8分吧？8分哦，嗯，哎，8分的羊很难找啦。不吃羊的人吃。我该收容长乐了，不吃羊的话，这次就是一个机会哦。啊？那你会爱上羊呢？他平时是不吃羊啊。Delicious。它有一个羊味啊，其实它不会让到我觉得好像很恶心，它是另外一种肉的味道，但是好吃了，好吃不错。我们吃了1023180马币的食物，在这边找到了一个买捷运票的地方，就是要买了票才可以搭捷运。我们刚刚呢就去商店换一些小钱，因为我们想要买那个捷运的票，可是那个机器很奇怪的是你没有办法找钱的，所以你一定要给一个整数。那我们买了一个 10 days 的票，那 10 days 的票一张啊， 10 times 我讲错了， 10 times 的票你只可以用10次，那一张卡呢就是170块，大概50块马币。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呢，现金还是要准备的很好，因为这边是很需要的。这50块我算错了，多少？20-30块。哦，20-30块，好嘞。我们现在一张一张买了，就是到这个机器。现在书生就在帮我们买票喽。成功啊！噔噔，这书生的手机在蔡长乐手上。相机。有点热。哦，飞机，呜呼！悠游卡，悠你。耶，买好了，走去搭车。悠游卡。好了，你讲了两次了，我看到了。我马上车了，马上。哇！有了气嘞！为什么会有尿尿的味道？尿味，臭味。哈哈哈！聪明的我，找到位置坐。那
那味道超重的，就是很臭很臭的尿味。你们在上面小便了吗？它应该是我做过最臭的节目，应该是。他们这里是什么味道？我们到了我们的站了。我们第一个站去哪里呢？土耳其的独立大街，它就是土耳其最出名的步行街了。我们每去各国家都去了步行街，算是那种 city walk 嘛。对对对。哇，刚刚买一个 latte， 然后还是 no added sugar， 对，喝到我觉得很好喝。啊，好喝！它这个 latte 很奇怪哦，它的 latte 讲没有放糖，可是还有放一个那种蔗糖那种感觉吧，就比较健康一种的糖，可是超甜的。我们现在走要走大概16分钟，你讲吗？很晒啊！很晒。拿这，哎呀，我的法宝！哦，哒哒哒哒哒哒。百宝袋，这边是号码。好，帅帅帅，这是哪来的？你有手拿没？我有。手拿吗？等一下，真的。其实太阳没很晒，你可以收起来，还可以接受。哇，这斜坡很累。刚才我膝盖修好了，好可爱。他们讲来土耳其那个猫是随处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上坡吗？他们的小窝在这里，好有爱哦，这边的人。我们经过看到一个旧式的电话亭，超级可爱，真的很像带西瓜头。我们这边带不好意思。这是有在想的，摄影师，这个是人家摄影师，还给我降降哦。我们到了，耶、yeah, ，我们就到了。Istikadisi， 因为也有时差的关系嘛，我蔡长勇就很贴心的安排了。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是比较秋一点，可以睡比较迟，然后明天跟后天呢就要比较早起的行程，所以我们来到了伊斯坦布的这个比较城市的地方，然后这边就是逛逛啊、走街啊，看看一下这边的风情，然后他们这边的建筑物哦，我觉得跟那个意大利的差不多，就有点偏欧式的建筑物，你们看。然后呢，它这边是会有青葵经过的，所以很多人会在这边拍照。我们现在很紧张，我们要拍这个青葵，是不是太快了？你看，我才拍了几张照片吧？要长了，什么鬼？这个太游客了，来喂。快驾车！我们在土耳其啊，土耳其美食。好了，这麦你大家买了喂，长了就这样被取消。Where from?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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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iland.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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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不要了不要了他不要给了Thank you， 拜拜，只会买开心哦，好开心哦，他们开始念经了。因为土耳其呢也是伊斯兰国家，所以呢他们也是会分段时间点在念经，有没有很熟悉，就是在马来西亚一样。我们进来一个 cafe 店，这人超烦的，是让他写我他写 Sherry 前面是另外一个，但我们现在直接换雪人。我们加一个 Americano 跟一个 Herbal Tea， 大概20多块马币，一个是1块11块。Thank you。哇，他好帅哦，刚刚弄的。本来是要叫 Cold Brew， 但没有。哇哦。哇，这厉害哦，茶。哦，很香哎。不错，那白开水30块。马币。这个60。再买个小杯啊！第二，好苦，它是偏苦的，偏苦涩，但是蛮好喝的。我是被它的味道吸引进来的，而且我很喜欢这里的店员，就是很有耐心，然后又好好跟你讲话。我们现在坐在路边，因为我们的网线太慢，然后我们要 post 东西。就我在想说，因为我们买的是 roaming 嘛，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买当地的 SIM 卡，可能网速会比较快一点。也许如此，推买这边的 SIM 卡。然后他借了那个 roaming WiFi 没有带出来，忘记了，那个讲的会比没。因为它是连当地的啊，可恶！我现在不
我们说的站在后面呢，一直说要跟我们拍照，小孩子。小心包包，小心包包。佩珊被缠着了，然后他就是会讲说要一直跟我们合照拍照，就是很多朋友们就跟我们讲说不要去答应别人讲话那一些的东西，所以呢大家要小心，真的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跟你收钱还是怎么样的，所以各位小心一点哦。这是我们第四次还是第五次被要求要合照啊？他们是很汉，就是要对，就是要你没有，主要是很美化，我觉得可以接受，但都不是美女。我要查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啊？我们是被同一组人，因为前面两个正常人不理我们，第三个是跟我们不能久，第四个触动小孩子，大早还有这个。是一系列了哎，我觉得有可能啊，有可能。我们真的是很谨慎的，我们就算是小孩子来，我们也是讲说不要合照，还是我们真的去给他们拍一次。真的不懂他们要什么。是哎，你试验玩一下嘛。下一个我们就我们先入 camp 先来讲 ，OK。OK， 然后看他们到底要什么，是不是真的跟最后跟我们要钱？耶，我们在这辆红色的车拍了很多很好看的照片，所以呢，到那个 City Walk 那一整条走下来呢，可能这个是门口吧，然后还会停在这边大概五到十分钟。现在走了，在五到十。分钟的时候可以给你在这边合照，这个 point 是最好的啦，耶、yeah, ，拍到好看的照片，很帅耶，拿着枪，哈哈，我刚合照了，这只狗超胖的耶，然后我们的新朋友在后面，对，他就跟着我们，佩珊的新朋友一下子跟着佩珊，佩珊你自己解决你的新朋友哦，佩珊。他到底要什么？我真的不明白他到底要什么。可是他看到我们拿相机哦，还有走远远。他刚刚尝试给我 ，Can we take a photo？ 什么要紧？然后我给他自拍，他就跑掉。我们现在要搭的呢是地铁，地下的铁，这边的感觉又更不一样了。这个有点像是我在电影里面看到才会有。没有很体验到，因为我们下一站就要下车。我学你，都是美女耶！刚一排都是美女，我的脸直接发亮。我跟你讲，你不要再低头啊！三四个一排都是美女，拍那个才从我面前，那个脸，他差点变成我的学了的。真的都是很美的。他们应该成一个教学人，我也觉得。烦死了，他们的电梯哦，很快速。那个脸发亮的那女孩子。而且他们都是那种肉感，然后很好看。啊，他们不是瘦了，对，很好看。我觉得土耳其美女目前认证最多。很多，很好看。而且他们的那种面部立体感哦，真的是很美。那我练一下，很能露下啦。你练哪里有肉？烦呢，这两兄弟。地铁站好有爱哦，全部被扔了，就放在旁边，然后狗狗们呢就在那边冲洗。一出地铁站就看到对面的建筑物风格，真的好漂亮。现在很晒，很晒。我们现在呢大概三点多、四点多，然后是直视太阳。它这边的温差呢，就是早上的时候很凉很凉，我觉得晚上的时候就是很冷很冷。它现在属于要进秋天那种感觉。现在呢，大概跟马来西亚差不多，是29度，然后体感是31度，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就会24、23度，是很爽的那种。大家有看到这个吗？我们就是要来找这个东西拍照，它叫加拉大岛屋。这个小街感觉拍照会很好看哦。因为我太饿了，所以叫了一个类似沙威玛这样的东西。你看它是这样子量那个肉的重量，然后我点的呢是没有面包的。平时我们在台湾吃那种沙威玛是有面包跟肉一起的。真的，然后这个呢，就是只是肉而已，还有一点薯条。然后一个的话是20块，19块。Thank you。啊 ，90 啊，打包好了。所以这一份呢，不是19，是90。像这样子的，就只有肉。哎，肉片多少钱哦？90。哎，还可以嘞。试试看好不好吃？嗯，还好啊，很干，变硬了。然后我呢，就拿着肉在街上这样子吃。蔡常勇说，这里附近有一个是很著名的百年老店的冰淇淋，好像很厉害这样子。我们现在去吃百年老店的冰淇淋吗？哇，是现场直接作画哎，算是写生吧，写生当下的风景，好酷。我们到了，就是这一家 Vienna Cafe。蔡常勇讲，这一间店呢是有世界排名第3的冰淇淋店。哪一个？这个 Vienna Cafe。我跟你讲，这个像死我
什么隐藏啊 ？Hello， 甜品哦，这个是衣服店呢。Vienna Calves。Yeah， 我们现在进去吃。它就是在这个大厦旁边的，超级近的。我们现在去楼上，因为前面都客满。哇，甜品！天哪，这是怎么样？是不是很想吃那 bun cheesecake？ 哇，看我们已经进来了，给你们看我们的 view。哇哇。我们付钱是值得的，为了这个 view。对，现在很期待吃到它的 cheesecake。可是为什么你讲它很著名，但是它著名的好像是 cheesecake 这样的，是 ice cream？ 不是、啊，这另外那个是另外一家，我走过那家里，因为那个人介绍没有放照片。哦，所以这个是甜品店很著名的啦。对，ice cream 太出名，对我讲都一样，都是 ice cream。好笑吗？亲我。我们叫的食物到了，这个是提拉米苏是不是？是。然后这个是看到很多人吃的 cheesecake， 对，上面淋了巧克力酱。不要敷衍我啊，先生。啊，是哈、啊、是。然后这个是 strawberry 塔，还有这个是什么？土耳其咖啡，土耳其茶。因为我来过这种阿拉，所以我不管是阿拉国家，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茶跟咖啡。来 try 看，我要先 try 看那个 bun cheesecake with chocolate。我有看过。哇，这个 chocolate 哦 ，exactly 是 Cadbury 的，是啊，可以知道它就是 Cadbury 的 chocolate， 是不是？我是不是很厉害？对不对？对不对 ？Cadbury 的 chocolate sauce， 哎，这是好吃，好吃吗？提拉米苏，太甜了，好像没有吃到那个饼干，味觉冲击啊！这个有一个很廉价的味道，在中间这这层太厚太厚了，不然是好吃的哦，很饱哎，不是太厚了。耶、yeah, ，我们吃好了刚刚的甜品，我觉得那个甜品呢，你打几分？我觉得瘦瘦，还好而已，普普的。不懂是不是因为那个可能口味跟我们不符啦？我觉得很普通，就是马来西亚的好吃过。对，第三名就还好啦。然后现在呢，我们要来拍这个格拉大道尔。然后呀，你看人潮这么多人要排队买 ticket。跟我啊，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人呢。这里的人跟我在中国差不多，就是大家看到你的镜头不会怕的，他们是跟你讲 hello 的。So nice！ 我们现在风超级大的。哎，这场极限都觉得有点冷了。是不是？晚上我觉得更冷更冷。现在我看一下多少度。看我的刘海歪了哦，我刘海。刘海很长啊，不然的。刘海是怎样？就好奇，怎么买票可以买很久在屋檐？对啊，不是只是拿票，然后可以吧？没，现在28度哎，为什么？我觉得比28度更冷。可是我觉得这个冷是舒服的，就是不会流汗哦，爽爽。在买票。一个人是650，这边哦，一个650嘛，苏德女马币113，去到这么高的地方，好像也是差不多啊。每次好像去这种景点哦，都特别贵的。可是还好的是哦，因为有些人会算当地，有些人会算国外的嘛。把这边的话就是一致的650，我们要上去啦。然后上去也没有那么简单哦，上去也是要排队的。你为什么嘛？因为上面好像有限制人哦，限制人太多了，满满。都是排队上去的，我们现在准备进去了。OK， left side。OK， thank you。left side。哇，进去啦！哎呦，它这边跟我以前去过地方一样，后面有个电子加加连上去。韩国，很好看的样子。韩国的塔，其实这个塔哦，它有8层楼、9层楼这样高，厉害吗我？旅游小博主，谷歌找到拉博多。不错没？不错没？你找你有讲出来没？啊？你没有讲出来吗？放在心里。到了。哇！很多人在这个窗口拍照，漂亮。是哎。进去，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拿出 S23 来拍照啊！哇，用手机真的100分。它这里呢，看到我身后的嘛，每一个的呢窗口外面看出去的风景不一样，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视角看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其实外面是一整片地这样。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就像一幅画，它就是特定的把那个角度给你，就是那幅画。其实我用相机也是拍得到。对啊，它就是锁死每个画，然后你不同角度呢看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你看，那其实它就是照应的是一个环境而已。然后这里呢，等一下会通上去，我们要去到最高点。太疯狂了吧？可以上去了吗？真的很美，我就是为了这个地方来，因为小红书那样拍很美。它很像一幅画，没有重点是什么你懂吗？也不是那个拍很美，只是随便来拍都美。对，谁拍都很好看。我们要上楼嘞。
哇，这边的是很广，还有在上哎。我眼镜我也是很想 try。好好啦，好，没有什么啦，就是一堆建筑物，一堆海。我觉得这一片是最美的，两边的海岸哦，中间很多船这样。大家看到这里吗？这里是一个很红的餐厅，有人在那边拍结婚照哎。感觉就是土耳其的整个大地图，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塔上，这阳光太美了吧。哟，好了，跪下。我们来到最高楼，哇，好漂亮啊！哇，那个风是冷的嘞喂。这个是我们去过这么多高塔最值得的一个，冰岛那边还美，对，冰岛啊，或者是澳门啊，因为哦，这里是可以最接触外面，然后没有东西围着，因为它的围栏是很低，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就是这边看的风景是肉眼可以看到的，超美，而且是无主物哦，这个钱花值得，推荐大家上来。无言，俗称无言，安迪安哥们直接挤进来，没有错的 ，OK。没有错了，我们花了110块，有的是什么时间？哪里有错？好漂亮哦，这个照片拍出来一定很好看。突然一阵强风，好大那风，哇，很高，东西拿出去哦，手会软的，讲真的，我也是抓很紧的。不要你想过那种老鹰的感受吗？老鹰脚软了还要做工，你看可怜啊，2000块我们他们的份呢。谢谢，我可能会结束表演。我们现在要回去了，这里我们大概拍了有一个小时哦，接近一个小时，真的很好拍，尤其是很建议大家在接近5-6点这种下山的时间，真的很好拍，那个夕阳超级好看，很漂亮，对，我觉得超漂亮，是我去过最美的塔卧，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个闭幕的，啊对。适合出大片。我们下着就到一个这么窄的楼梯了。有点哇，幸好我够矮啊，有点可怕，不多不少刚刚好，我再高就脆了。应该不要合理化你的身高吗？我撞到，我也是，你看，太高了。你们可以不要那边啊，卡住了，太高，卡住了，发现我180一直熬着很辛苦。然后还沿路下来呢，它的电梯只能上不能下。对，沿路下来呢，就有一些很多历史啊、博物馆啊，像 Turkish 的历史啊这些，就会描述的给你们看啦、啊。但是我们对这些的兴趣就很……我是有兴趣的，历史古迹耶。这边都是一些历史古迹。哈哈，好舒服呀！哎。喂，你 spoil 掉这个影片了。春风它温柔，真的有点靠近云顶啊。哇，今天的太阳超漂亮。叫给我，我要拍，快叫给我。然后这群人都在这边看太阳。哇，好浪漫哦，快点。超级美。你要选那个手打开。去啊。这个是瓦斯，来准备。春风啊，吻上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没抓到，抓左边点，我要左下，左 ，OK 抓了，看我，嘿嘿嘿嘿。哇，这里的猫猫都不怕冷的。咦呀，好亲呀，好亲呀，我们家，对，还要弄你呀。哎呀，可爱。奶奶，哎呦。很爽。看着。然后我们现在呢，也是找这一间 Google Review 评分蛮高的餐厅，79 Cafe Restaurant， 然后还有 Gill Salmon 啊那些比较适合我们吃的啦，看一下在土耳其 Google Review 的餐厅有没有用。我们到啦，就是这一间79 Restaurant， 做的有点像鬼屋这样。很多呢。哇，很多人呢。可以哦。哇，很多人呢，里面感觉这个应该不会差。这里比较像是我们吃的，可是它价格好像有点偏贵哦。那其实都大概的价格。是啊。土耳其人送钱贵哦。是哎，我那一块都蛮贵的，但是。他选择这里。Chicken leg OK 哦。嗯 ，Chicken leg。开动啦！开动。他们的餐具哦。不环保，一定要放在这个纸袋。它外面这个有点像 Roti 夹那一件。烫了。嗯。对哦。啊，
南韩鸡胸来的。我跟你讲，来这里一定会瘦的。我应该叫鸡根球，哇，肉好干哦。我的鸡胸太可怕了，我应该要叫鸡根球了，非常的超嫩的。哇！给这个餐厅评价，它不是好吃，可是它至少是我喜欢吃。我可以给八分，七分。至少几分？七分，因为我是鸡胸三分。原来是我 order 错食物，摆 over 就 OK 了。嘿，各位早安！今天呢，我们要去的第一个景点是地下水宫殿。然后呢，我们都穿的长袖长裤的，因为呢，你们看，Jenny 写的 CK 哦。就是我们去的这个水宫殿呢，是教堂。中国。你可以给我讲完一句词吗？因为我们来。BTS， 欢迎。哦，谢谢你。等一下，你看我们两个衣服也真的很熟。你们让我影片这么丰富，就是呢，我们就是要去那个教堂，因为这边是，因为我们去地下宫殿前，对啊，也是要穿长袖长裤。好，我们现在就出发去了。土耳其真的好多猫咪，不怕人的猫咪。喵，有很多猫。怎么了？很多猫。喵。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喵啊，有地喵。哎呦，哎呦。还有喵。应该能吃吧？谁？哦，是一个网旧啊，网红，很老网红哎。咦，你们讲人家老啊？我不久了。不要神色。是地下水宫殿的英文名，哎，还是土耳其名啊？我觉得很难念的。怎么可能是英文名？应该是土耳其名啊。The Badass Energy the Basis Lisa System。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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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排队买票进去。耶！敷衍。我们进来要过安检的。你想要过安检？想。boarding pass 来。我不想排他，不想排他。不要排他。你真的不让我这样长，我帮你看。不要排他。我看他只是递我屁股一下。哎，随便递。一个应该450。我去里面看一下。450的票这样子，我们现在进去了。Have a nice day。好好看哦。朴实无华。它整个感觉就是你在洞穴里面。储水池，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历史老师来呀。这个地下水宫殿呢，它在古时候哦是一个储水池来的，就是它、是储水的，因为他们要打仗。是那个水家，水家，你跟我讲。我不敢讲哦，现在还在踢哦。啊，是哦。那你懂它这边可以储多少水吗？这边可以储10万吨。啊，然后他们就可以顶一个月左右。其实是备战用的啦。对对对。啊。这里呢都是水耶，有人丢桶币进去耶，一块啊，这一块。哎，你洗个眼先，希望看这个影片的观众一人可以给我10块。哎呦，沉下去啊，不准哦。全部都不准的样子。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各位，看到上面许愿池嘛，我们现在满地上面都是许令。这边的做法是每一个月呢，他们就会捞那些许令，拿到了钱，他们会去买一人一辆车。烦死了！你不要乱科普，很多小孩子会相信啊。它还会滴水的耶。这里呢，还有青苔。其实这个算是小博物馆吧，所以它来来去去看的东西都是一样。但是你可以感受到这里的，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凉的那种感觉。知道为什么我非常喜欢欧美国家，是他们很多每次做这种雕刻类的东西很好看，就是整个工作都非常细致细腻。那这个呢，其实是倒反过来的。Okay。然后呢，常勇就有一直很想要来拍一个他们每次打斗大的时候都会用的英雄角色，叫美杜莎，在我的身后。比较可怕的是那个光的倒影，看起来很毛骨悚然。因为多人聚集在这个美杜莎里，已经堵塞了。MC就在这里了。其实这整个博物馆呢，大概用20分钟就可以逛完。地下水宫殿。哎呀，差不多算博物馆了啦，人也不是很多，大家可以悄悄的来。我跟你们讲，潮湿到我 set 的头发全部塌下来。我跟你讲，很狗，很色啊，太刺啊！这样的。才有帮助法。你说什么？没有，受不了哦。想要表示啊？哎呀，就是。不要烦。
在不远处可以看一下这个 Basilica， 便宜一点啦，哎，上便宜一点，300多。你看它至少分量又大。好，我们觉得我们选这间吧。对，可以。这边的环境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很 chill 哎。我们的食物到了，我叫的是 Grilled Chicken Chop， 哇，非常的感觉很好吃。宫保鸡丁这样哎，然后呢，你们两个都是叫可巴，可巴，我们两个是可巴兄弟。那边我每天吃可巴罢了，我觉得。哦，这是我们家的 omelette。哎，这个手，这个手链。哦，好吃的。嗯，它肉很嫩，很好吃。谢谢谢谢。哎呦，我的 3, 2, 1。哎，这是我们第一家没有给我们小面包的。你看原本就给面包了。它这边还有个橡皮在它的饼皮的。穿一下它的 omelette， 简单。那我们在补两次拍，我手拍用小拍。嗯，很普通啊。还虎视眈眈我们的食物。喵喵。哎，你们不要过分啊，太多了啊。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好像比昨天好一点，现在就算太阳很晒哦，都不会弄到很热，想要流汗的那一种。对哦，而且现在已经是下午一点了，还没想象中这样热。给你们看我的 flip side， 放在口袋，你们到啦，圣索菲尔教堂。Excuse， 干嘛 ？No excuse，No cut the line，Thank you， 空空卡。我现在只要假装是泰国人，他们就不会觉得我是马来西亚了。哎，没关系，大人有大量，他们的数值就到这里了。红人有红量，红量有红量。嘿嘿嘿，东卡回来呀，东卡回来，东卡回来。他们不要理我，他们脸皮就这样厚了，没办法。我们进来了，女生一定要戴头巾，过去买头巾了。好了，我们现在要来装扮了，怎样盖呢？我们看这群女孩子怎么用蓝色的 scarf， 哇，这个 scarf 超烂的喂，那种坐飞机用了，对，一次性啊，真的是。可以，慢点。阿良。18块。可以吗？过关吗？就是 two scarves， you can keep the thing lit then lit 啊。阿巴卡巴，阿巴巴，阿斯拉莫莱古，阿斯拉莫莱古。其实我们这样子确定可以拍好看的照片吗？这里面只是参观而已。就只能这样拍啊，好看啊，不好看比较好看嘞。看，他们都有自己带 scarf 来试测。那我们借。要，可能有不懂。有味道，有味道。非常讲了，非常讲了。进去前呢，就是要脱鞋的。这里有鞋橱。放好你们的鞋子哦，鞋子不要不见哦。换一双 LV 回家。你现在吃玻璃长大的。啊？走，镜头前面过。走。Go。哇。哇。比我们之前见那种教堂还不一样感觉。很漂亮嘞。啊。我也是要讲，我开始嗅到蔡彩虹讲的那个味道，脚味，湿湿的味道，那个臭袜子味有点夸张，难怪要戴口罩。这边呢，有被誉为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之一圣索菲尔教堂，圣索玛利亚，这味道有一点点重。懂为什么在这边？因为免费的中文导游。这个石膏外面架的那个黄色的，在这里，但是这里是还没达到完成。刚刚偷偷听到导游讲，其实楼上以前是可以去的，但是现在已经。其实我刚才有讲一些东西，从拜占庭时期到十几分钟过。这些东西呢，你们要听呢，可以去蔡彩虹的频道啦 ，OK。然后我们现在就随地就坐。它其实整个环境就只是这样，就大家就这边拍拍照这样子而已。到底是什么大制作可以这样子拍呢？天山被要求。合照？难道你在土耳其特别吃香？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边的人都会要合照？现在人越来越少，就是因为呢，工作人员会在一 batch 的时间，然后赶大家出去，然后再让另外一 batch 的人这样进来。那我们最后找到一个地方蛮好拍照的，就是这里。哇，我们一出来真的是感叹，我们早点来排队，你看。快到那边去耶，你们跟对导游了，没有什么不客气。什么鬼，我们终于忍不住叫他，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到档口都是这样子的面包，土耳其式面包。来试试看，这个应该是 Nutella 的。普通面包加 Nutella， 感觉这边好吃耶。这面包哦，我觉得这口感比较好吃，那有那个 almond 好吃，这个这个可舒服了。
我们进到里面来了，哇，好舒服哦，我也想躺在那边。然后呢，我们现在 on the way 去的这个地方是蓝色清真寺，其实它也没有很蓝色的，就是它的屋顶是蓝色的。我们进来了，然后呢，这里也是有衣着的顾虑，我们要开始包头啦。给你们看它屋顶的颜色，这里一样要脱鞋啦。这里反而会比较通风一点，没有像刚刚那一间的味道那么重。对啊，就是看教堂。然后呢，我们是 visitor 呢，只能站在这里。但是呢，里面呢是可以进去的，说他们拜拜的神白羊。你看那些车 stuck 在这里哦，可是那边的圈都要来啊，你不觉得很给力吗？我觉得心痒痒的。哦，原来会等的耶。哟，被轰人了，这样厉害的。什么？爸爸。啊，没事了。哦，这么巧。遇到耶，好巧。我突然间讲话耶。谢谢谢谢。Enjoy。再见。我们两个开始比赛之后的 content。对，因为我们有讲好，有一个地方拍照穿红色，我们就每个人买红色。跟你讲，我的红比大木花还红。到时候你们看到我的服装啊，你们下巴掉下来、啊。不是，你刚刚讲回那一句。如果不是最红的那个，我坐车回马来西亚。不可能，我觉得我的很红。他的很红哦，你小心一点哦。没有可能，没有人比我红。到时候你们懂啊。我们在九月九号早上懂啊，因为我们已经定好是那一天早上没人拍我们拍照。到时见。Yeah 。OK， 我们现在要吃的晚餐，婆婆讲哦，很 good， 很 good。OK， OK。没有骗人。讲很 good， 很 good。我们现在来的晚餐呢，是这一间 Palatium。哇，这里呢有好多好多食物。哎，他是底部的嘛？啊，刚刚不是底部发了。没有，没有，没有，没看到他底部还是。还是这是他宣传手法，就是招一个客人买他坐在这边，然后一直跟经过的人讲 good good good。看到吗？这种是女孩子的心意。Hello。Bonjour。而且这里的环境也很好哦，它是露天的。阿乐想说要去楼上吃，因为土耳其就是要吃那种 rooftop 的感觉。哇，我这边的风景也太好了吧！然后呢，这一个 side 还可以看到蓝色教堂哦。啊，这里太舒服了，好想睡觉哦。我们叫了一个披萨，一个 chicken chop 跟一个虾。我们在土耳其沉迷了一个饮料，它叫 apple tea。啊，它就是苹果味的茶，可是它又不会很死甜的那一种，就一点点的甜。Yeah, our food is here. It's coming. Food. Wow. Wow. 是啦是啦。So smell well. So good.这是我点的吗？对，是欸。这个呢是雪。又疼。I bring one more thing, sorry. 为什么？ Okay, you can give three. Just kidding. 还有我们的披萨，它的味就是，最好吃的。看一下它的虾好不好吃？嗯，很香哎。哇，好烫。哇，虽然好个新鲜的，好弹的，哇，香好喝。还是吃他们的一个类似披萨，可是我觉得不像披萨。讲话奇怪。它披萨怪怪的，它披萨的 cheese 没有咸，就是很普通的 cheese， 可是它的面包很好吃。他刚倒翻我们的饮料，又再送我们多。三杯，太好了，谢谢 ，Thank you。其实他是打翻你两次，嗯，对，两次都才弄我们手机。好，试试下去更巧。哇，它去更巧很好吃，还比那也不错我觉得。嗯，它肉超嫩的。Okay, 我们吃完了，给几分？哦，温柔啊。环境食物八分，几分？这家目前最高分。我也是，我九分。啊，我太喜欢它的面包了，面包真的很好吃。它的肉也100分，是目前吃过这么多餐厅最好吃的一家，就是 overall 都很好吃，虾又新鲜，肉又嫩，面包又好吃。哇，
推荐叫 Palatium Cafe and Restaurant， 风景又美，环境又好，最好是在这种夕阳西下的时候来到 rooftop。 我们是大概六点多的时候来，这种时间刚刚好，又很舒服，风又很大，凉凉的。我们又再次见证土耳其的食物真的很贵，我们刚叫了三样菜180马币，就等于一道菜60块。这个人一直纠缠着我们，好烦哦。后面那个人呢，从我们第一天开始就是在纠缠着我们了，他现在责怪蔡长乐讲，你把 your promise， 你的承诺在哪里？重点是长乐讲他是韩国来的，一直在乱讲话，他们是那种纠缠式哦。By the way， 如果你们现在听到我的声音，那有点奇怪，大舌头这样子，我已经把牙套戴上了。可以可以可以。这个 boss 好笑。Okay, we come to tomorrow. Bye bye.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这地方呢，它其实是有餐厅结合的。We have reservation on L 口。哦，女生走那边进，然后男生走这边进，两个方向。哎呀，看不到女生了。哎呀，计划失败，可恶！不要来了，我就来这个。回去好。哎，我们好像找到了，是这里。We have reservation. 常用。你喜欢？No， 我们终于就解决了，应该是他们没有记录到，好像也迫不得已要给我们进去啊，因为我们给钱了。现在要套鞋套，我也不懂为什么要套鞋套哎。请准备进来了，感觉不能拍喽。很早哎。这里还要填一个资料，然后让你知道一下状况这样子而已。我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卸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最后的 section 是可以敷吗？好生气，不知道他会帮我卸妆，希望可以帮我卸妆。然后呢，等一下呢，就是不能睡了，之后再跟你们分享我的体验。拜拜。刚刚我问他，我们这边可以帮忙卸妆吗？他讲那边是有的卸妆的。Yes。我还可以是不动吗？姐妹，我们回来了，刚一顿式的泡澡，等一下再跟你们讲整个体验。现在先吹个头发。这里呢也有提供梳子，这家梳子很 Q 哦。这样。我其实很担心哎，他帮我洗头发的时候，他很暴力，真的。超级洗到我前面哦。对。然后连耳朵也这样子进去弄，有没有？我没有嘞，可以帮我弄耳朵。整个泡沫在那耳朵里面。总之他都是我把我头发这样咻咻咻咻，我们漂头发人不会这么做的，他都帮我做。我西北害怕。By the way， 他的那个 condition 还不错啦，是顺的。他们出来啊，如何如何？爽啊！爽到不得了，给女生洗一个爽。我们还讲说会不会爽到你们？你们也是女生洗？怎么可能？不可能。要不要是男生？是男生，男生。幸好里面不可以录。很爽哎，真的很爽哎。我好奇你们有多爽，是你们应该是一样的吧？不一样，我们是乒乓乒乓乒乓。我们是个女生，还一直拍我屁股，真的有啊？我不想。你又不懂，我都没有。应该是爱喜欢我。哎呀，我不想再听你讲废话了。哇。整个体验呢，我觉得就已经达到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有人帮我洗澡，真的就像傀儡，你就站着直直，然后他就是帮你洗上洗下，洗上洗下，真的很爽哎，我就是喜欢这种东西。我可以帮你洗啊，免了别，然后他帮你洗的时候又有帮你按摩。我听讲你还只穿丁字裤。对。哇，相信你知道吗？哎，你知道几讨厌吗？他一直拉我踢背哦，一直弄到我很蛤蜊，你知道吗？这里舒服吗？不舒服。然后哦，你知道吗？其实女生下面是很敏感的，是呗？对你不敏感吗？不是，讲那个你不要烦，就是他打泡沫，因为他给我们很大的泡沫嘛，在打泡沫的时候很不舒服，进去里面的，很不舒服。会不会怀孕哦？这样。哎，非常非常开心，还会有泡沫宝宝。哎呀，总之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来，一定要 try。哎，等一下，你不能讲一定，你要有多余450块钱可以。对，我还在外面讲是多余钱可以来，因为其实哦，它不是一个很必要的花费，但是如果我觉得一定要体验一次。如果你但是这个是在我清单里面的。对对，就是如果你有希望，也可以来玩，这样很好玩。哎，人家帮你服务洗澡这种体验真的很难得。有走错啊？我们刚刚是从那个跑绿那圈啊。OK， 大家如果就是有多的钱可以 afford。这个话一定要来这个泰国土耳其你看，其实比较便宜啊，这家很贵，这家算是很出名哦。我觉得还是选我们没有捡到贵的，我们没有捡到便宜，我不敢讲这个有多好啊，但是应该是不错。但是我觉得要来就要来有 brand 的，比较安全。对，我也是怕。这个650年的历史，以前王妃也在那边冲凉，应该在你们位置。你看。
你看没做功课这个人，他应该也算盯住你们一样不舒服。哎，没有没有，哎，他那时候冲的时候是他一个人冲，他不用跟人家学，他可以全裸。我们也算接近全裸吧。上班时候有穿、啊？没有啦。你小没有进去。哎呀，我们有穿条裤儿。烦死了！今天第二天好爽，回家睡觉。我们要去找阿拉丁了，我们的 promise。我们终于做到一个 promise 了，我们今天要去找一个昨天很 funny 的一个餐馆，他就讲他肚子里面有 lamb chop。 我们今天要去 check check 看，因为他每次晚上进去哦都感觉很多人，所以食物应该是不错的。今天怎么了？今天很塞车耶。我们到了是这间 Abura Bistro， 我看阿拉丁今天不在了，因为我感觉他是一个很高职位的人，所以呢他应该不会那么早就起来的。阿拉丁Sleep. You promised him you'll come today. 找了一个户外的座位坐下。Aladdin's coming in just a couple. 哦，他真的叫阿拉丁来耶。是我们的生鱼板，第三的意大利面。超香哎，那个香。看起来很厉害喂。这个真的很香。哇，好像你们终于吃到一个比较亚洲式的物。亚洲，亚洲。Thank you. 我们还有两个饭呢。And the fish is coming, just one more. Okay. Yes, thank you. 不用紧，我先吃这个，感觉很好吃。哇，这很好吃啊，香米巴的很好吃，就是那种咸咸的食物，我超爱的。没有，真的啊，我这里之前应该有比我们之前都好吃，真的吗？没有，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很好吃，而且这沾面包一定更好吃，没有夸张，来你们吃就懂了。两个虾王，我是吃虾长大的。那个酱料是有啊，虾的话还要加油。虾你是哪虾？是哎，但是我觉得它 sauce 很厉害。要放面包。我在想，我们是放了没有给 spoon？ 100分，我的爱。有点辣的番茄酱，那边有辣没？偏辣，不错，蛮好吃。你们是一样的酱哈？我羊肉菇红。看你一个。宫保鸡，宫保鸡丁。我要吃我的鱼，我叫的是 sea bass， 跟我想象中的 sea bass 不一样。就是我妈咪会煮的，她没有办法特别到哪里去。阿爸又送了我们饭后甜点。Thank you, have a hello.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阿拉丁。感觉会很甜哦。可能这个不一样嘞。啊，一样。好久没有吃。下不去的汤匙，到底要不要给老板尊重呢？我们没吃完，刚刚佩珊没吃完，被他喂了。哎，中午你吃哪前面的？这好甜哦，哇！我这么个样子。OK， 我们吃饱了，然后今天的行程呢是比较 chill 一点的，感觉今天会回去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市区那边逛逛而已。因为我们等一下大概3:30又要回到这里去机场搭飞机，我们要去到下一个地点了。现在天气竟然是12:00。超级凉的，在马来西亚就吹哦，12:00。我觉得我们算很幸运的，是吗？就是天气不错，但是也不会很晒。我们来到 Starbucks， 然后我们叫了一个这里土耳其才看到的叫 Cold Brew Float A N W， 然后上面有那个屎。我有后悔点哈，我觉得看起来很怒呀，它真的很不好喝。然后这个是 Orange Mango， 我叫的是也是这里才看到的叫 Cold Brew Latte， 可能马来西亚有，但是要自己 customize 啦。我们刚刚点了甜品，耶。Oh my god， 这颗球好想吃呀！开心耶，看到这颗球，好像金沙一样。那个 Ferrero Rocher 应该是冰的。没有，它是有 cream 又有蛋糕，它有两层的。你们看得到吗？嗯，我觉得蛮好吃的，来试试看 Cold Brew Latte。哦，这次我会叫 Cold Brew Latte。我觉得 vanilla cream 有时候太甜了，这个综合可以哦。我们现在到机场，我刚也是有吃个东西，然后呢前面我们看到有人在靠手铐哦，那抢着跑一圈拍了，超悲惨，怕的要死。我们前面这群人是有在靠手铐的哦，感觉好像在抓什么犯罪人士。你看他，你看他假假的，对，哪有那么罢工，有什么意见？因为结果也在罢工。Bro，可以给我 footage 吗？好吗？结果超清楚了，真的吗？他刚刚有点在看我不拍，我就不敢拍了。这样我们要怎样陪他上飞机？这样我还想哦，他这样子被抓了上飞机啊，这就等于也有买警察的机票。不懂哎，一个 package 的瓜。现在是坐商务舱还是坐 economy？ 犯人啊，应该是跟那个行李一起坐了。
我们的飞机在这里，但是已经 delay 了40分钟。耶、yeah, ，我们今天下飞机是这样徒步下来的，好爽哦！我觉得蛮难得可以这样子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城市，然后是这样子的下机方式。然后我发现到哦，整个哦飞机只有我们一辆哦，只有我们一辆飞机而已。整个机场只有我们一辆飞机、啊。真的，我们刚一进门哦，这里就是那个 belt 的地方，好酷哦。感觉这个机场跟市内 airport 差不多大。对对。因为其实这边有两间机场，但是这间机场比较靠近我们去的地方，完全听不懂他讲什么东西。刚才有人吃那个面包，然后那个炫动啊飞机。他讲等一下会有免费饮料喝。我们的司机，你们这晚上认识很久了。My friend B 啦，加油，耶耶耶 ！My best friend in Turkey， 一来这边就跟人家做好朋友吗？我们到我们的 hotel 了，叫 Kaza Hotel， 叫 Kaza Cave， Kaza Cave Hotel。然后呢，这边的 hotel 哦，都是用石头石头的，超美啊，整个人那种高级的石头。可能我们的也是呢，进去了。哇 ，Is this our room? One room, it's here. Oh, the room upstairs. Oh, wow. 他的名字叫咪咪。咪咪，咪咪，哒哒哒哒咪咪。Hello, 咪咪。各位，我迫不及待要分享给你们，我们现在住的 hotel 房间很难很难才会遇到这样子的设计。给你们看，它就是一个 cave 这样子的感觉。走走走上去呢，噔噔噔，我们的床就在这里，镜子，然后这是我们的衣橱，然后呢，它这样子哦，很像一个山顶洞人住的家。然后那个山顶洞人呢，非常有创意，把整间家布置得很好，这个、感觉。这个是我们的小厅，然后还有一个壁炉，然后呢，走到这里，上上上，这里就是我们冲凉的 bathtub， 然后呢，这里呢，就是也是有冲凉、毛巾、镜子。洗漱的，而且哦，它东西都给很全哦，什么都有。然后这里的 hotel room 呢，就十间，所以很容易，很容易就会满。很推荐大家来体验一下，哎，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感觉。这里有很多角落可以打卡，可以拍很多美照。现在呢，我们要收拾一下自己，因为我们早上五点多就要起来，要拍很美很美的照片。然后我们三点多就要起来准备化妆那些，然后现在就要准备睡觉了。好，明天见。咦，早安！现在是凌晨的几点？不，凌晨是早上啊、哦，早上五点半左右。你看，穿红色你出来看我们红色几像？很像，很像。呀、yeah, ，我们现在要去 rooftop 拍我们的热气球照片了。我看到长了，我这边为什么长一剪哦？他的衣服就是我们最厉害的。太阴了，太阴了！一个人是穿梭在什么年代？很美，你看后面，没有人要理他。看很久了，你们很久是吧？不是我，不是我，是思思。之前常常跟我讲他是巨红，我不相信。真的，我相信啊，我觉得我完全输给他。一样搭配啊，对，但是不一样，我会发光。我那晒了发光。哎哎哎，镜子总会发光。穿什么？OK， 我们做这个 Airbnb 呢，底下呢其实是这样的景，然后呢我们还要再上去，还是我们真正拍照的地方。我今天早餐是一杯咖啡，我们已经很狂，但还有别人比我们更狂。现在真的很冷，现在到底是几度？非常冷死了，我要冻死了。哇，真的是冷到哇，很像冬天这样的感觉，你知道吗？现在真的太冷了，我没办法。这怎么是冬天的天吗？啊，好巧，我带了一个外套。我知道了，他开火的时候是还要上去，然后他还上了一个时间哦，他不需要在步车的时候，他就管冷知识学起来吧。所以常那边跟人家讲热气球原理，我就不信他懂哦。可是应该真的是这样哎，他上去了哦，就给他 hold 在那边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等到天亮完全亮，我们才可以拍到好看的照片。可是我最好奇的事情，什么？他可以去到多高？他去到最高几个？他应该到一个高度，他不会再上了、哦，他没有留上位太空了。不是很清楚，但热气球这样。冷吗？很漂亮，这边是我人生漂亮的几个景点之一了，来对地方了。我们现在哦要去 Angle， 我们等一下要抓我们九度，所以等一下天一亮，快很准去拍。Good morning, bro.
这颗离我们超近，可是好，它一直扑它的火，可是它一直掉下来耶。Come on, brother！ 哎，它真的上不去是吗？没有啦，他们是专业的。真的吗？很可怕，你看。专业的吧。专业的吧，哎，这个线，这个线有，哎，不要撞到那个石头哦。啊，上去了，天空越来越亮，代表着我们的漂亮吗？照片要去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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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妞的声音，这里我们超近，好可怕哦，就在我们头上而已。我觉得呢，可以做什么 ？It's a beautiful night。又是什么歌？上，哇，拍个视频。爱你不买，来，你要一直不对，等一下，五、六、七、八、九、十。哎，等一下，讲好慢点的喂。OK， 抒情版。抒情版，三、二、一。今天是一个人生大事啊！我这样讲你是开始有点紧张了。是，我有点害怕。其实讲真的，我想很多东西要讲，可是我没有想到第一次要做求婚这个事情，当下是很紧张，我完全想不到讲什么现在。你要干嘛？其实我觉得刚刚那首歌是七天嘛，然后我觉得从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早上都有你的陪伴，是很是很感动的。然后其实我一直在想哦，什么时候才是一个最棒的时间点求婚，或者最棒的时间结婚？可是我想啊想一下，其实求婚可以是一个男生，哎，你可以，你是一个。你看那个人过，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求婚还没有对的时间，只要你觉得感觉到就可以求了。哎，我讲了这样多，我再问一下下一个步骤。对，下一个，我第一次求婚了。喂，真的吗？没有，下次会更好，下次会更好。啊，下次可能更。好了，我们在一起九年了，其实很多话该讲的都讲好了。其实当我看到这个土耳其这个景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人生求婚一定要在这边。耶、yeah! ！哪里有啊？啊，他在上烟瘾啊？哇，你是开玩笑是吗？你骗我哈？来上道具，上道具，给你放那里。这边，站一下。哇！哇！哎、欸，我做几个小时，来眼镜看。真的假的？呀！大家最好笑是什么？我求婚我还拿着手机呢。真的吗？你看我做的这样辛苦。今天几号哦？9月9。OK OK。他很在乎日期的各位，其实我想要九月九，是因为我们在一起九年，然后我想说难得遇到九月九，这么你都没有想到是不是？认真的啊？对啊。策划多久啊？策划不要跟你讲，几个月了。你猜我们几时买机票？九哦，你以为这个土耳其真的是来旅行来观赏的吗？不是来求婚的，天真无邪。哎，等一下，你可以认真看嘛。啊，来看完。你尽量可以酷更好啦，我觉得。酷一点，酷一点，我没有附带小。什么叫你？啊，真的吗？这个时候要营业。真的吗？认真的吗？认真啊！这是今天吗？这我不可能给你求婚吗？呀！我看起来是。耶，可厉害！各位看到没有？我跟他求婚还是开心啊，因为他没有哭而已。观众男孩对吗？幸福的女人是不会哭的。你的誓言不够感人呢，真的没有，我要出去游啊！我都跟你讲，人妈咪，我要出去了。都跟你讲，人家第一次求婚，所以很紧张，我紧张很多天了，其实。下次会更好啊！下次哦，下次哦。耶！但这次不要答应哦，为了下一次。耶！耶！哎，大家不要放我！哎，大家，大家，盖着，盖着，没中，我还没跪下来，你们不要紧张。来 ，Action！我问书生，你愿意嫁给我吗？哎哎哎 ，marry him，marry him！ 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看到什么东西？真的吗？罗勒啊，没有，我问你愿不愿意嫁给我？不要吵先。先把罗勒放一边，我们先讲愿不愿意来。先开始这个。不愿意，我留下次用哦。哎，你看他书生，不愿意买新的。你要想清楚嘞。如果你不愿意，我们还会可能会多一个去，可能换个国家求婚。我今天我找错摄影师哦，难怪我这个求婚还没有感动的东西。是吗 ？Oh my god！ 你愿意嫁给我吗？愿意。大声一点讲，我愿意。我愿意。你要不要也要讲？我愿意嫁给蔡长友。三二一来。呀，可怜你。等一下讲了才算了。我愿意嫁给蔡长友。来来。请问是要带那个五千三？哦，要带要带，叫我拆掉等一下。怎么不是要哭了呢？你哭完吗？我觉得跟摄影师有关系啊。让我捶一下。我觉得求婚
不一定是要哭的嘛，我们可以是开心的求婚了。哎，给观众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哎，观众看过啊，其实我看过了，可以不用看了。来，观众知道，观众知道了，知道了，什么时候？他们比你早知道我要求婚的。咦，你啥了？给人知道还有剩啊？来，真的吗？有没有戒指啊？这一次我们就手表吧，大戒指。拍手！哇！拍手 ！Give a clap！ Congratulations！ 耶！亲一个呢？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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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太了啊！以后我可以叫什么？你懂吗？以后可以叫老婆了。非常，我们可以叫了大哥。我的未婚妻，各位，我是苏生。亲一个，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次被亲。可是什么？我还是很想大便。其实他顾不出来很多原因，有长乐在，有我在，还有想大便。求婚成功，耶、yeah, ，算成功了，我觉得。真的求婚吗？是惊喜吗？觉得？不是，你知道我有跟他讲过一句话吗？跟他讲哦。如果你不是惊喜的话，我不会答应你啊。对，幸好是惊喜，所以答应了。那亲了个给他们看，看到没有？老婆这个乱亲，女朋友闹闹。但是你的誓言可以再讲多一次吗？啊，我讲完再给他听。我希望未来的每天早上跟晚上七天都可以有你在一起啊！我觉得人生里面哦，其实因为有你，所以我才开始我不一样的人生。毕竟九年不久啦。哎，怎么继续讲？没有动。让我下来。帮你配 BGM。哦，所以刚刚那个真的是你练过的。啊，今天早上昨天晚练的。有点不一样，但是你可以接受。可以跳多一次吗？跳多一次，我跳多一次。五、六、七、八。唱歌啦喂！来来来来，准备哟！慢点，丢点我的点，点点快点，点点闪电。不讲我慢了没？丢点我的点，点点快点，点点闪电。对。耶！哇！哎，其实我觉得我的球还蛮烂一下的。不会呀，你有热气球啊？没有，我讲我这谁？啊，对，你是烂的，有热气球。我们事业过后慢慢讲啦，好。好，我没想到求婚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幸好我没有背那东西哦，因为恐凤是记不得了。你有写下来没？我有记下来，但是我讲不出来，因为我瞬间忘记了。他当下发现就会揭发，就知道没有揭发我讲，应该是没有发现到。哇，我有十分的求婚耶，希望下次更好哈。咦，确认了。没有。我这个影片前面一定是放仙人的，我讲那个故事，你就那个仙人，那个做梦的故事是不是？这是缘分啊，讲到每个东西，手表不见啊，仙人什么怪异啊，看电话 Rolex 的就打了，看电话 Rolex。发沙吧！各位，够力啊，出事了！飞闪，他们，你不是也是防止人拍吗？是人第一次用相机的时候，太正常，按到那个 button 了。Slow mo button， 真的吗？全部啊？没有几个吧 ？It's OK。每次用这手机都是这样。为啥几努力啊？我也是看哪对白色相机。呀，你很努力啊。然后完全不能用啊。可以啊，我们这种东西都是靠剪辑的嘛。OK， 还可以自己配旁白啊。好，同事们，我可以帮你配乐了。这就不需要了，这颜色声音太难听了。这里的风景真的是比回教堂好多了。我们走进来了，这里真的是不是普通的热。我们来找这会尽量拍到没有人的地方。我们刚刚一路爬上来，来到了这样子的地方。给吗？手机拍照这样子。哇，超级出片的，这山洞口超好拍。我们要跟这个山洞口拍照。那
只剩下我跟佩珊两个人，因为呢他们要去一个很远方的地方去拍一个 content， 是什么 content 你们过后可以去他们的 IG 看啊，是蛮搞笑的啦。然后呢刚哦有一个导游这样经过，他就讲看到这些一栋一栋的吗，你看这边有分开哦，是因为下雨还能侵蚀像这个一样，看到吗，这个痕迹，所以哦之后也会分开，然后像这样子独立独立的。我刚刚看到这里有人在采类似像葡萄这样的东西，是不是被真的是哦，对对对，这个东西看到有人在街上拿来吃，就是这个东西。那么这里好多，这个好多啊，我洗好了一个，我们来 try 一个。哦，还有种子吧，很好吃，还有种子吧，哇，好好吃哦。可以拍一个紫色的，为什么在拍紫色的，过来快点跑过来。你不会想知道我们刚经历什么？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开开嘴巴，开嘴巴。葡萄啊，对，这里有葡萄，可以吃的，很酸哎。我们刚刚也是 try 啊，哦，一种毒，为什么很好吃？紫色的比较酸，是不是？我们吃青的是甜的，我们来试一个紫色的。嗯，酸的，嗯嗯，就 OK 了，很好吃哎。嗯，紫色是酸的，哎，我们可以扒多几个回去买。嗯，很神奇啊，这地方。我跟佩珊满载而归。耶、yeah! ！这里应该有500 gram。Telegram 团购 ，Telegram 团购。对，我们现在回去了吗，老板？对呀、啊，去下一个景点。小心呵护我的葡萄。我们现在来吃午餐，这一间是我们的司机大哥介绍的。然后司机大哥是应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求要吃沙威玛，就带我们来吃。我们的食物到了，试试看好不好吃。它就是羊肉搭配这个罗蒂加奶，它肉是好吃的，一份它的面包也是好吃的。直接带我们来到这个 Autorism， 它这边的风景呢，就是全部的建筑是一栋一栋，有点像废土版的 Santorini。嗨，有没有觉得很像废土版的 Santorini？ 蛮像啊，很像啊。没有上色的 Santorini。 我们来到一个我们的司机大哥推荐的 Sedan 早餐 Restaurant。 中餐这种 Restaurant 应该就是比来比去看谁的 rooftop 厉害厉害高、啊、对对对。这个餐厅呢也是吃 Turkish 餐、哦、不知道会不会瘦，希望会哦。哇，这边的位置超漂亮。哇，我们的食物终于到了。 Finally。 哈哈哈1 hour already, one tire already. 对，我们等了有一个小时这么久，真的是一个小时没有夸张。哦，这个是蔡常勇的，这个出名的 pottery kebab。好香哎喂！感觉很厉害耶。那是鸡肉吗？鸡肉呀！哇，开吃开吃！耶、yeah, ，我们又吃到一个很好吃的晚餐。今天这个算好吃。对，我们是不是要去 supermarket？ 很夸张，我们明天四点司机来，等于我要两个小时化妆，就等于我三点差不多。No， 为什么那55分钟？五分钟。Monday Tuesday Wednesday。哎，不讲傍晚还有一轮的没？哦，没有，记错，这是早上。今天的一天完了，明天我们热气球见。So now it is 9:09. Oh, thank you. Yes, I will inform you at 5:30. Okay. 对，我们有机会飞不了，因为现在太接近那个不能飞的指数。对，现在是不能飞的指数是十。10 km/h。我们现在是9:09。其实有差嘛，林敏。其实他可以早点跟我们讲，可以去接吗？真的。By the way， 大家，我们现在是要打热气球哦。听我们内容应该是懂了，我连开场都没有讲。真的很累，他一大早起来是那种艰难的爬起来，真的很艰难，因为昨天太累了。我们搭的这家公司是 Royal Stone Houses， 它是有提供早餐的。都是面粉类。大家如果是订这间 Balloon 的话，至少早餐再过来。我真的不想浪费，但我选了那么多样啊，我觉得最好喝。前面的羊，哈哈，不可以，很 Q 哎、欸。我们停一下，还有三组。OK， wait for 10 minutes。
站在下面，但是我们踏入地狱了，现在。我觉得上面会很热。Thank you。我觉得运气很好了，现在是六点了嘛，然后这个天气算是很差了，太阳都没出来，幸好这个天气是在今天发生的，因为我在昨天球完发生，我会觉得很生气哦。天气对我太好，我觉得。如果都还没有热气球飞上来，你还会求婚吗？会的。对我来讲，热气球是加分，日期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两个要长长久久，我们生的孩子叫长久。可以哦。太长久。耶，长久。可以不要太长了，跟我一样的。现在正在充气中。各位太幸福啦！深圳美。上去吧，小心啊，生。来，对，哎，来。那个热气球就是一直摇来摇去的。Thank you. One. Always stay in the basket. Okay. No jump. No jump.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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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y. If I set the landing position, please. 哦、oh, ，原来是现在就做 landing position， 很特别的。I am first time also. 你这个是害怕还是在冷？这个是又冷又害怕。其实我很怕这一种啊，就是又高又慢的东西。这个就其中一个。脚有在抖吗？有，其实有抖，裤高不出不了。Very good.这里的风景超漂亮的。我们在很多景点的上面啊。小宝宝，好可爱。你们来自中国哪里？广东的，广东哦，你呢？新疆的，全部不同地方。你们是朋友吗？废话，废话。对，我们不认识，我们不认识。超简单，路上临时组的局。我们要 landing 了，耶！哦。叫我冷静啊，冷静啊！这样坐牢，冷静到说了还慢不了，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很恐怖哎！哦，出事了，出事了，要倒下来了！太过，太多了，太多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能！小心！他很紧张，这样。很用力，很用力。Yes, yes, yes. Solid tree, solid tree. 哇哇哇！来，观众。全部人是跑着过来润，还有一个庆功，可是我什么都不想要，我现在只想要走吧。各位，我刚刚就已经喝了饮料，然后吃了多么多，哎，不是 strawberry， 然后呢，啊 ，thank you， 还有光奖，这光太阳光，啊，想上快上车，我现在要晒太阳啊，真的很讨厌冷，真的。好啊，我还没吐口红，因为太赶了。早上我们现在呢要坐土耳其最红的那个古董老爷车。有看我问了什么吗？什么？这辆车哦，60岁哦。哇，60岁哦，比我还老哎。哇，天哪，这么冷的天气要坐开篷车，我要疯了。救救我们！啊，为什么这样冷，知道吗？开篷要怎么办？开长个脸啊！真的冷，比穿风衣还冷。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哇，我不会讲话。语无伦次啊！我们要出发了！哇，太冷了！这是我坐过最冷的开篷跑车。啊，想回家睡觉。天哪！哇，爸很帅啊！各位，我要下线了，真的。我们等一下见。超好笑哎！他越走越冷哎，希望温度很大哦。各位，我坐前面没有这样冷。你看那个在我前面哦，超帅的，我看。哇哇！
我很冷了，手放下来了。我们到目的地了，然后左右两边都有热气球在。哇，我们来取暖了，超爽！哦、看我们对面。还没有正式给大家看到这辆车，其实我们拿的就是全粉色的芭比粉。好，我们现在转移地点了，因为呢，我们的热气球跟风向啊会一直都在改变，然后我们现在拍摄的地点已经拍不到热气球了，所以我们现在换地点。啊，我真的没有想到土耳其这样冷哎，讲真的，9度真完全没有带那种发热衣，没有带任何的温暖包，真的是好生气。哇，好多力啊！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哇，这里超漂亮 ！Let's go, let's go。好，我们差不多拍了很多很多照片。我们运气超好哦，连续三天有热气球，而且阳光超美，刚刚的那个天空也超级无敌美。你看，佩珊，不像你站在上面，就拍了差不多了，结束了啊！穿衣服，眼睛差一点。我的手已经没有知觉了，很冻啊！我们呢，现在会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会去一个比较靠近气球的地方。我们来到第二个景点了，这是偏高地的。第一个 YYDS， 第一个太美了。对，第一个真的很美，因为现在热气球已经七七八八了，其实。啊，真幸福！我看呢，所有司机呢，我们是完全没有想要拍摄啦，我们真的太冷了。各位，我们刚刚坐了那个车休息了嘛，然后我就想说下来这个比较多人的区域找一个午餐吃，因为我们还没有吃。然后我们走着走，发现 OK， 我们现在不要看如果个 review， 我们也不要看小红书，不要 check 什么，我们找一个比较多人坐这的地方，看路人。对，我们要见证这种，我觉得很准。结果我看到这一群哦，我想哇，我要去这一点，太多人了。结果他们在打。打牌喔，傻眼，他们在打牌耶，好可爱。拖台地啊喂，他们好像打 Ramli 是不是？刚刚看了，他们全部玩的都是不同的游戏来的，但是他们全部看起来凶神恶煞。有没有点微笑没有？有没有可能是 Board Game 的 Cafe 来的这个？并没有人，他这是 Cafe 吗？是啊，走，他们去打，看起来。真的吗？你还怕你讲出什么东西？应该，你来看，他们好气哦，还是有人在 serve 他们的。看，我们就超级无敌的，宝宝车，不叫宝宝，叫未婚夫，未婚夫车。我刚好在路边看到一个，哦，感觉很多人。很土耳其风，对，他每天抽大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有东西吃吗？我只要觉得是200块土耳其币就差不多 OK 了。应该有东西吃吧？肯定有这东西。Let's go。Hello， four person。耶，哇，很多人呢。而且它的整个风格好 chill 哦，是那种木质风，然后土耳其风满满，把我们安排在这个炉旁边。这个是野生的土耳其玉。下去就可以，你下去。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在小镇是格雷美小镇，格雷美。然后晚上我们去拍夜景，就想要去的。OK。Freedom, this one means love, this one means cows. 哦，它的带度都是中文的，好酷哦。有一个猫咪躺在他的宝宝上面，好可爱。我真无语。你不想看？耶。这餐我们叫的是咖喱鸡，很久没吃亚洲餐了。我们来试吃。胸肉，鸡胸肉这个不是，烤过鸡胸，变的，好吃吧？很有油，那还不错。Thank you。那咖喱是日本咖喱啊？对，甜一点的。哇，感觉鸡胸是嫩的。是。吃一口它的饭。土耳其的味道哦，就是有土耳其味。好了，翻它，有个味道啊，有那种香料味。不知道怎么讲，因为香料味我讲不出。哇，面包是热的。讨厌，给我找到这种面包。面包好好吃哦。今天我们出发去玩 ATV， 然后呢，蔡勇讲 ATV 是。
是很好看日落很好看日落的一个简单的行程。因为在这个卡巴托克亚除了热气球很早之外，你要日落走两个 event 罢了，就是骑马跟坐 ATV 只是两个选择。那我觉得 ATV 应该比较好玩，所以呢我们就现在去骑 ATV 坐 ATV。 别想到骑马，骑马你们晚上都可以骑。坐真的没有骑过马，真的没有过马。你有事吗？啊，影片 VCR。 我们是集合了很多人一起去做那个 ATV 的。我们到了 ATV 的地方了，哎，感觉装备蛮齐全的嘛，有帽子，有口罩，又有墨镜，像我们拍出来不像这样。是，然后这里可以买那个类似口罩，这样就是帮你捂嘴。这个是我的紫色，然后苍蝇是褐色。对，我们这样很像强盗这样。我们就是强盗啊，苍蝇抢走你的心。也算骗走你的心，抢走你的幸福。是，耶、yeah, ，Let's go， Let's go， Malaysia， Malaysia， Thank you， 戴一个卫生帽。完了。那妆啊，都玩一个死到完了，一起玩。完蛋了！今天没有化妆啊，发现。不投降，牛姐，牛我也不懂，我没有想到我们会带这个东西，我雷比较严重的。我在长模样，不要知道也好，不算好看，真的。我们的车在排排坐等着我们，好可爱啊！耶、yeah, ！土匪，土匪。Let's go。我们超美的。好飘逸。在教学。Okay, this one is excellent, guys. Okay.上次我们也是本来想买 ATV， 常常把人家 ATV 撞坏掉，前面那个啊还要赔几百块，要把前面那个手表撞坏，他就撞我，看啦。现在中途休息一个十五分钟，没有啊，其实就给那边打卡了，这样才可以浪费你的时间嘛，因为两个小时车程。那我们看太多石头了，你看我的裤子。哎、欸，等一下我要投诉，快看我的车，喷水池这样，然后有漏雨。今天的山色长哦这样子啊，有点不好看。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拍照，我记得我们早上拍那个热气球太漂亮了，跟这个没得比，真的。所以这个只来体验嘛。什么来的？什么来的？我刚刚有人帮我拍照。哇，送的。然后我们跟你讲，25 euro。给钱是吗 ？Is this gift？ 100 Turkish lira。哦。要给钱的。你跟他讲谢谢哦。来，你开口。开始。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Nice photo, by the way.他应该是骂我们粗话，谁可以帮我们翻译一下？他是不是骂我们粗话？留言告诉我们。好，各位，我们来到山上，然后看到这整片被阳光照着的山，超漂亮。怎么觉得阳光不好呀？你看那边有这样高的山挡住阳光，你快看，你看看过去，哎，看过去，哇，难怪我们看不到夕阳。可是这个光照到很漂亮哎，像电影里面看到的东西这样，哇，好震撼啊！右边是粉红色的，好可爱哟、哦！我们结束了，回去了。看、okay, 下车。哎，其实也蛮累哦，坐在后面我脚也很酸，头发真的是乱到不行。加油、哦！它还有一个轻纱服务，它整个比超厉害。要到十五升了。Let's go, let's go. 预备还没完呢，差点。好的。叔叔，你看你的头发什么鬼样？哇，那个沙，爽到啊！我们刚好就路过这一间店，然后看到超级多人的，叫 Okaba Tokyo Cafe。这只狗，这是要人家撒羊吗？咯咯咯咯咯。来了，进去坐这万年Chicken Chop。好了吗，各位？好的吗？哇，全脸都是沙，哇，叫Chicken Chop，它肉感觉好嫩啊，冒烟。
哦，哇，我的都弄到，想踹开你们的一口。那肉感觉好吃。是啊，的肉。哇，哦，这间店真的很不错哦。看来我们除了跟 Google review 哦，他可以看那间店的人多不多，蛮有用的。因为很多店哦，其实来就是网红店，不一定好吃。啊，这间真的是好吃哦。这个拍很了各位，我们来到夜景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待在这里，然后司机大哥呢就带我们来到山上看夜景，看卡巴多基亚整个城市的夜景，超漂亮啊，好像童话故事哦。但是山上哦超级无敌冷的哟，那个风不穿 T 恤了，来了强了，快点，很冷很冷，会不会死在这边？再高点，我死得了，我希望死掉了，怎么办？身不要动，身不要动。Bro, cold. You want my jacket? It's okay, it's okay, bro. 哇，好暖和啊，这边。现在呢，我们要出发到另外一个城市了。今天要跟这个漂漂亮亮的酒店拜拜。我们等一下七点就会去到机场，然后转两次飞机，再去到我们的下一个城市玩。很开心，很期待。为什么期待？就是我现在感觉怕怕的，你们之后就会懂了。今天的天气很好哦。拍摄拉直了裤子，你看到了，他敢讲他直接裤卡卡，跟人讲个秘密，太大条了，我直接裤买不够，你看，你有没有穿内裤？你要看，再看 ，ball check ball check， 哇，真的、哦，下这个下下下，跟我讲个秘密，我买最大菜还是不按摩，太大了，要买女孩子，看他那个脸，大吃一斤，一公斤。噔噔，大事不妙了，这个人的行李箱真的是，你的行李箱被施了魔法，180人在等啊，应该没不见了，我们的行李箱都已经出来了，本来就只有他的，每个人都去那边了嘞，你要不要也过去哦，全部人都过去处理了，哎，那个是，哦，这边是火嗯，处理他们那个不见的行李箱，他的行李箱好像又不见了。我觉得他要带他的行李箱去拜拜，第三次哦。要带你行李箱去过香火山圈，非常需要。那 goodbye， 真的真的停了。Oh my god！ 我真的觉得他的箱子被下过诅咒。他第一次是冰岛，第二次是在中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没有录影片。啊中国也是啊、对，他的箱子永远都是被遗忘了。第三次就是这次了，一定是有下过诅咒。哎呀，换不到行李箱了。在另外一边，就我帮他带我过来，怎么？他带我出来帮我换。啊哈！啊！大太阳，装箱。我们这次来土耳其哦。去了三个城市，三个城市那个机场来回啊，都已经几千块了，我觉得。好贵哦。那东西真的很贵。但是没办法，上车。女主人，请上车。哎呦，司机车哦。哇，哎，超大，四个位，三个位。我们到了我们的酒店 ，Top Got， 屋顶花掉。大家看，今天天气超好的。哇。哎呀，你们看不到，这边有三个飞翔伞，你们看到吗？耶，我们到我们的房间了。然后呢，这边呢已经有两个床，应该是我按错了。然后啊，紧张啊呀，求婚嘛哟，欢迎你。不要夸张啊，本来是他以为是四个人这样子，所以啊，好彩我们是订两间房啦，所以这两个床就不睡了。然后呢，这个才是真正的房间，折腾了一整天，就蛮简陋一下的。吧，就 OK 了。我们晚餐吃这间巴黎 Indian Restaurant。阿弥陀佛。我们已经吃太多那个 Turkish 餐了，所以今天选一下别的餐厅吃。我应该不会中版权吧？这个歌，这个歌会中版权吗？菜。不会。我讲话大声一点，应该是。他网红，你也不懂啊，这个歌。耶、yeah, ，终于可以吃别的餐了，吼。饿了。哦。饿了，我肌肉肿起来了。对，马上。
真的很香很香，好吃吗？咖喱的味道。有粉丝，有粉丝，有粉丝。好吃吗 ？OK， discount。Oh my god！ 味道我回马来西亚了，突然间。Q你给我点饭。这样。笑死！一点饭。这个是老板推荐，他讲很辣的。Mix 面，他讲有虾，有鸭，有鸡。哇，都有马来西亚的味道啊！吃他的饭，找我喝啊！嗯，炒得很香。早安，各位，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让我极度害怕，从早上就叉赛到现在。刚想我死了，我肯定不可以等一下大便，因为我等一下一定会肚子痛，我一定的。阿乐就要问你，在那边捞出来还是在这里捞不出来？来了下面人，哎，这么今天下雨啊，臭，我觉得大便雨。对啊，我们今天就是要去玩那个飞翔伞，还没有开始了。八点是第一批那种，哇，真的是西北害怕的那种。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有 dress code 的，牛仔裤加格子衣，比可爱要一个人。各位，这个司机跟我们约45分，现在已经09分了，已经迟到了20分钟。我们终于上车了，迟到了8个小时。我们现在 all the way 上山。要去到1700米高的地方，蛮冷的。现在这个司机现在在跑山路，然后那个山路哦，边边是那种掉下去的悬崖这样子，然后他开很快，我不想讲，我觉得很给力，我现在的心哦很痒，我觉得这个比飞翔伞可怕，它就是哦转弯处哦可以去到边边的那一种，你知道吗？就你觉得那个轮胎要下去哦。它很擦边，就是它转弯很快。你看各位很高，各位他们就在这个地方飞，全部飞下来了。我们等一下应该就上那个比较高的地方再滑下来，你看陆续的滑下来，好不好？都是很快，这样看。这个是我拍了的 GoPro。哎，他们拿着一大袋东西，而且他们好，他们每个人都一台相机摆拍。OK，Follow you。拜拜。输了，拜拜。好高啊！哇，好冷哦。Thank you. I'm scared. Is that one for your first time? Yes.Okay, this I need to show. Okay, 各位拜拜。你不要做。这么快。哎哥，别来。啊！我的啊！啊！啊！耶！对，对。各位，我结束了。我觉得这整个体验是很好玩的，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害怕，然后其实也没有失重感，体验是非常非常爽的。整个过程20分钟哦，其实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害怕，可是我是很敢讲哎，只要我太过紧张的时候，我就会很想哭的人，我刚刚就咕咕咕咕飙泪。But overall 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但是大家来的话可以体验，完全就是你飞在空中的感觉，它就一直吹风吧，啊，上面是蛮冷的啦，所以各位可以穿长裤跟长袖这样。我觉得我被我的恐惧感吓到而已，其实是很好玩的，真的很好玩，真的在上面就是很 enjoy， 心情是很平静的，很爽的，是一个很疗愈的一个体验，大家可以来玩。如何？我想知道。你玩那个 tricks 啊？我没有，他只是带我转吧。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会想吐哦。那个 tricks 我跟你讲啊，你是讲这样啊？玩我，你玩什么 tricks 啊？ Sure， 啊一玩之后哦，我人生中第一次啊，玩我这个黑屏晕倒。你 blackout 啊？ blackout 一点， blackout 啊。89%这样，然后我就 I feel dizzy， feel dizzy is normal， 然后一下子我回来了，我 blackout 应该有10秒。
你这 experience 更强哎！我跟你讲啊，这个人生中承受过最大的 G force。好，我玩的时候，这样子很可惜，你知道什么事情吗？他那个 rope 没有电哦，完全没有弄到东西。哇，不过真的那个景太美了。啊，好在我没有跟他，不然我一定怕死。有，还有个我玩一下子，然后之后他问我要不要来一个更刺激，我讲不要不要， no, 我有点晕。No, 不能搞哎。真的吗？直接不能搞。我有点想要干呕哎。You still alive? Yeah, alive. You're good.哇，你们都很刺激耶！我的只是给我转吧。嗯，他也是有给我转，然后他问我要不要那个很打飞过来啊。嗯，我那个没有给我先哦，直接给我那个。这样你有翻吗？没有，我只是转圆圈啊。那个没有问哦，直接来给我飞哦。他转圆圈的时候我有点晕，之后他就问我要不要来一个斜斜的那种快快的。那我想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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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样子。这是蔡昌友 ，good， 好玩。谢谢。好玩吗？你的？好玩吗？很好玩啊，我觉得。你有做什么吗？做一点点啦、啊，幸、yeah, 好一点一点。你这样子转的还是只是快快的？忘记了，这样转而已啊，一点。不怕吗？蛮好玩啦、啊，我觉得高了有点不怕了。哦，我是觉得高有点不怕。怕高啊！所以我就知道以后如果我跳伞的话，跳伞一定很可怕的。因为刚才乐飞的时候没有 footage 嘛，所以他一个人呢要去重飞多一次。Oh my god！我希望他在 blackout， 哎，我头发呢 blackout 多一次，因为他最好的 moment 就是 blackout， 现在有点晕晕这样，就是有点反胃噻，在这边觉得要喝一点热热的东西。它好的地方是哦，它肯给我进来，我相信你看，它这个你确定不要掉下去就可以了。这样我觉得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可以 before 飞的时候问他有没有 battery 的问题。对，阿伦那个到底是真的没 battery 的相机出问题？因为相机出问题是没办法。他讲没有 battery。我们飞的是这个公司，一下晕了。Hello landing 了，第二次飞体验怎样？第二次飞哦，我已经习惯那个好哎。关注我的 IG reels， 还是很遗憾没有第一个的 footage。哇，第一个真的是 blackout， 不过还是很厉害的白了。他讲哦，我是第一个一天飞两次了。哇，你成为这里第一个顾客是这样哎，太爽了吧他。OK， thank you， 谢谢。我们午餐吃中国餐哦，我们终于可以吃亚洲食物了。我现在有点晕啊，好难得可以看到辣椒哦。哇，是吃一点点伤疤。是不是做了，可是不辣。Thank you， 哇，他给我那个炒鸡面，拿一点辣椒。哇，好吃。这里的厨师好热情哦。Good lamb， 好吃羊肉。哇，但是有点冷，他走掉。我跟你讲，免费羊肉哎。真的，他做的那么好啊。你也看 view 罢了，没看 view。Lamb chop 三分之一，800块。啊。China food King Crown， King Crown， 它什么口味？各位，这个中国餐的虾哦是 King Crown， 而且加起来蛮好，好特别的味道。铁板的鸡肉，铁板好吃吗？好吃。它铁板超好吃，它蛋炒饭有点太白了。看它的炒饭。小半片像白饭，我们吃饱了。然后这一间店呢，我觉得还行。它最好吃的呢是他刚刚给我的那个辣鸡酱。我们刚刚睡好一觉出来，然后现在来看夕阳，在一个峡谷这里拍照。这个羊到底是怎样上来的？嗨，你要飞 drone 哦，这小哥哥帮我们飞。哇，各位，他超好赚的，他真的只是飞两次哦，一次是给我们的，另外一次是试拍，就看我们选择两个要不要。然后这样子两次也不拍多，也不拍 safety 的，那这样子就差我们64块一支影片哎。我觉得这门生意可以做，我想一下我要去哪里做。嗯，你看，其实它只是这么小档口吧，然后我们就被它吸引过去了。我们现在要找 N 哥来拍照，因为太阳很晒，给脸中多点光。我们就是这样子拍的，而且其实这边是很安全的，完全不危险。还有人拿着露营椅过来做，好气哦。我们今天吃海边附近的这间巴斯菲，价格会比较贵一点点。好可爱啊！那我们上去了。啊！阿妈好热情啊！我们来到上面了。原来这个是前菜，我刚在外面就很想要吃它了。好吃吗？这个东西？脆的哇喂！它的哇，鸡胸肉看起来好可怕。我要吃海南西部。啊，你的海椒肉酱。
应该会是最后一餐土耳其餐的吧？没有，还明天。哎呦，明天 please 加油！那叫的是 spaghetti， 好吃。我这太夸张了，这款的酱的面。这是我在这边吃过最好吃的西餐了。这边啊，这边啊，我要 try 一口，吃一口。我看到有人点披萨，应该是很好吃的披萨，但有点大份。这个人应该能吃完。哇，哎，你没有骗人，是不是我骗你？是不是在土耳其吃过最好吃的西餐？而且比梅莱西好吃嘛？有可能呢。有没有哦？我的鸡肉里面真的是包着虾的。我刚刚想虾在哪里？这个是虾呀。哦。哇，鸡肉里面有虾？嗯。披萨。有海鲜呢？哦，有虾啦。反正饼皮很高分的。嗯。我们的土耳其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的 vlog 虽然不会拍，但是我会拍。不要故意打广告哎，我觉得会来土耳其只有一个原因，是常勇再次求婚。不是哎，是之后想念这个时候的时候才会过来，不然就不会啊。这里，前面那边跳芭蕾舞，还要放闪了，不会啊，我们要求婚了。好耶，土耳其之旅结束，拜拜。我应该，咦、哎，你不要一直。喂，怎么，我们求婚了的吗？未婚妻不可以一直这样哎。怎么？不允许。你的频道还没请过吗？因为。不要。OK。亲我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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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亲我脸，亲我脸，亲我脸。